第八届紫丝带奖，得奖的是黄慧敏，卫生福利部草屯疗养院社工员。很多人看到性侵害加害人都会蛮害怕的，但是我很喜欢跟他们一起工作。家庭对一个人支持真的是蛮重要的，只要家人还愿意跟他有联系，这个就是支持。这是我一直很坚信的信念，为个案开启一点点希望。反正就不厌其烦的打，看起来很像在做傻事。我相信家属只要愿意接我的电话，我就一定可以做到。对于社会资源的运用，在这方面我非常的熟悉，那我就会去看个案它适合什么样的转衔。这些加害人愿意跟我说他生命里面最黑暗的一面，我看到他们去面对自己过去的错误，这是我觉得这个工作很有价值的地方。